谁把我的挂钩偷走了的？应该是叫谁给我拿跑了？这帮人我还得做，都做不少了。拿我鱼就行呗，拿我工具干啥？小白鱼，对，小白鱼非常多啊，这一网得5-7-10条吧。我们一右手把这网就直接都摘出来了。这网最好是横着摊开，这样的话好一点，直接都捡出来，有什么东西都直接摘去。如果你不摊开，摘不下来啊。这么摘呢，就是多少有点耗时啊，耗时。欢迎老铁们来到水哥的直播间啊！简单介绍一下水哥这鱼方式啊。就是说，如果说老铁们想捕鱼，啊，就是我说的是挂这种白条啊，你下的都是浮网，必须是浮网，而且这个网呢不能超过1.5米啊。我今天这两天呢，我会发一个1.5米的这个二指半的那种啊，这个网眼的，多少能挂点大鱼那种的啊，大鱼能裹上来那种的。然后我试试这1.5米的操作到底什么样啊，能不能行？我得操作完了之后才能给老铁们呈现啊。你要找一个什么位置呢？找一个滑尖的位置啊，有一个大的回水弯处啊。我准备一个长绳子，找一个矿泉水瓶，装上大半瓶水，给网头呢系上瓶子，然后在滑尖的尖处呢，最好是有这种抖挨着的啊，要有抖挨着这种状态的，把网往里一撇。需要操作啊，可以试着练两次，这基本上就没问题。然后它河道里有水溜啊，这个网就会啊，挂鱼啊，挂下网啊，挂完了，搁哪挂呀？挂完了就搁这家挂的吗？挂不少呢，白鱼啊，白鱼。这得挂七八十条，